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公主，欢迎收看林公主爱开箱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不是开箱东西哦，是一款游戏。这个游戏是林公主最近追剧的一个韩片，这个韩片的片名叫做《鱿鱼游戏》，大家看过了吗？哇哦，不错哟。那首先我们先下载这个 Roblox， 然后再把它登录账号，找到林公主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我目前找到最好玩的一个连结，一个玩家设计的一个程式。好，那我们先等待下载。下载完之后进入游戏。那进入游戏之后呢，我们要先到这个粉红色的区块里面。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界面好了。首先先加好友，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加你想要加的好朋友，他可以就是变成你的伙伴哦，也可以跟他聊天。好，现在这个是设定模式，那你再就是看看你要怎么去设定他。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会跳出来的显示的画面，那如果觉得我们先按设定好了，如果觉得上面那个麦克风啊太花俏就把它关掉。好，这是聊天室，即时讯息还可以跟大家问好。这一个有道具栏，那道具栏的话基本上是要储值，可能是储值才会有，目前我是都没有道具，因为我还是个新手。重置人偶先不要重置好了。然后这边呢有那个协助的部分，它可以告诉你怎么按怎么动怎么走。好，现在这个是录影的部分，你按下去这个截图啊，它就会跟你说到哪个资料夹，那你再点过去那个资料夹找一下，然后再把它复制。如果你有需要那张照片或那个影片的话，最左边这个好录影，然后录影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红框。那你如果要结束录影的话，再点一下左上角这个按录影停止录影，然后右下方就会出现开启资料夹这边。好，那你刚刚的截图跟录影就会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了，它这个是 Roblox 的专属资料夹。好，那接下来就来带大家体验一下林公主的闯关游戏咯。我们的第一个关卡就是123木头人，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啊？就是有一个人偶娃娃，就是他喊眼睛转过来一看，你如果还在动的话，他就会发射一道光束，然后你就被他射杀咯。所以真的要很小心，这个游戏虽然看似简单，其实是暗藏玄机的哦。哎呀，不要踩不要踩啊，你看这些人齁都喜欢跳到人家头上呢，不要踩啦，慢慢走。你看你看我后面那个男的齁漏洗。这边有一道门，好，6 5 4 3 2 1，好，开门。好，我们到达会场了。Today we will be playing red light, green light. When it says green light, you can walk. When it says red light, stop. If your movement is detected afterwards, you will be eliminated.
reach the end within the 3-minute timer to win.加油！快到了，快到了！林公主，226号，226号。加油，226。好耶，过关！你看大家前面的 那些队友还爬到树上那里乱跳跳跳跳，真的太好笑了。Oh no！ 好，时间到。那时间到之后就会传送到就是原本的房间，那地上这些就是存活下来的玩家。好，那我们等待时间到大门打开再出发第二关。第二个关卡就是碰糖，给大家看一下我的226在这里，226还在这，我还活着。好，打开了，准备 Let's go！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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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哦，大家都很开心，一直往前跑。进进进进进进进哦！抓最后一个。好，我们快到第二个关卡喽！来了来了。好，首先先去大家想要的图形。这个规则就是你要选择一个图形，然后那个韩剧里面是你到那个图形里面，到那个图形前面，他会发给你那个图形的碰糖。In this game, you'll be making cookies. Use your toothpick to carve out your cookie without breaking it. Breaking your cookie will get you eliminated.Finish your cookie within a timer to continue. 那林公主这次搭配到的是三角形，三角形是游戏里面是最简单、最不会破掉的。那如果你破掉一角，或是整个碎掉呢？那你就是输了。好耶，交收工，我成功了。你知道最难的是哪个图形吗？那就是雨伞，所以就是随机抽到雨伞的人最容易破掉了，真的是太可怜了啦！呵呵，你看，好，那我们要等到时间到，
接下来我们准备到达第三关。第三关是什么呢？大家猜猜看。猜对有奖，猜对有奖，哈哈，没有啦。好啦，我们的第三关就是拔河，大家还记得吗？有看那个鱿鱼游戏的人应该都知道每一关的关卡是什么。开门哦 ，Go Go Go！ 第三个关卡，拔河。第二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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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煞。你看，对方如果输了，那个刀子就会把绳子砍掉，然后全部的人就会掉下去。Oh, no. 好，以上是今天的分享。因为这款游戏目前只出到一二三关卡，那四五六关卡呢，目前是还没有设计出来。那目前是这一次是$900。Thank you for playing。好，然后等待四五六关卡出现，林公主再破关给大家看哦。真的是太刺激太紧张啦，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右下角这个地方有$340，这是我累积的奖金。那这个奖金能不能领出来呢？这个部分就要看有玩过的玩家给林公主答案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领出来。节目就到这边哦，喜欢林公主的频道，请帮我订阅、开启小铃铛以及按赞和分享哦，拜拜。